那个老师换尿布的那个 skill 很厉害，站着都可以给他换，超厉害的。也不用躺，也不用坐，很厉害。然后小朋友都知道，就排队，他是下一个。我跟老师讲他的衣服。还在那干嘛？多管闲事啊！一直学习。来告诉老师。的头发绑绑不错。你拿那个单子没有？哦，你应该拿那个单子给老师。